你自己去吧，你让我去干什么？哎，我又不认识，我自己有点打怵啊。那你自己来都来了，不是你既然想了，你想去你就自己去行了呗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呦我去！哎，哥。小贾。哦。哎，小贾。哎，嫂子。哎，你咋来了？我过来看看你们。啊？过来看看你们。刚才给。没有没有，刚才跟我朋友阿兰在这地方玩呢，然后正好路过这儿嘛，我过来看看。有事就说吧。没有什么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没事没事，我就俺俩就过来溜达溜达看看过来。没有啊，你快有什么事儿跟人说也行了呗，你还把我拽过来，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吗？是不是？啥事儿啊？就是这次来，主要是我想让你给俺哥帮我个忙。然后什么意思？赶紧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想上趟河北。啊？我想上趟河北。哎呦我天！给俺哥那俩能不能把地址给我一下？你自己管他要呗。他不给我呀。他不理你，我们，他不给你，我们也没法给。咋的呀？你找他干啥呀？我就是挺想他的，我就想过去看看他。这么长时间，我也一直放不下。你这能整事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在家都挺好的，安安稳稳的。爸妈给他安排的相亲都答应了去了，他都决定要好好生活了。你又来这么一下子。我主要是现在放不下嫂子。我现在说实话我挺迷茫的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所以说我才过来看看你跟哥那俩能不能帮帮我，你把地址给我，我上趟河北我过去看看。我们能帮你做啥呀？你把地址他不给你，我们没法给，真的。你不能为难我们俩。我就想过去看一看，就是哪怕他亲口跟我说一声，说咱俩就不合适，以后别再联系我，我就想让他亲口跟我说。咱也不知道你分手的时候干什么，现在想起来他都打算好好安稳的生活了，你都别再去找他了，有意思吗？我主要是放不下现在。放不下，我们也做不了他的主啊！你自己找他吧。地址呢？我们实在是没法给。你要是，我给你出一主意吧，你也别难为我们俩。你到河北以后，你告诉他你到河北了，他要来见你呢，那就见你了；他要不来见你呢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你也别难为我们俩，我们俩把地址给你了，算怎么回事？对不对？跟他分手到现在也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心里边就是有些脾气啊什么的，我也改了很多。你说能不能就是说我们这个你俩生活，我俩什么都不知道。对，你俩怎么分手的呢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这个、就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在那边都打算安稳过日子了，你又冒出来，我觉得不太好，真的。别说他不给你们，我们也不会给你的。这个东西他都你跟我们说不到，是吧？这东西你跟我们说不到，我们没办法，你去跟贝贝说吧。电话号你也有，对不对？贝贝主要现在他不理我。那不理你，你哥给你出招了，你就你还想办法吗？对不对？就算是你听你哥的，就是去河北了，我觉得也是白跑一趟。他都放下你了，好决定好好生活了。你现在出现没什么意义，最主要还是你俩自己的事儿，还得你俩自己解决，我俩也管不了那么多。我也不是说是过来为难你跟俺哥那俩，我现在主要就是放不下。我就是想要出来地址，我就想上河北，我去试一试。我就看看他见不见我，我就想见他一面，就这么简单。有些话我想单面给他说清楚的，他回来就回来，他不回来就不回来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我现在我俩的态度刚才都说了，你要是想去见他，你就照你哥说的方法，具体地址我们没法给你，真的。
行了，别站着了，来吧，过来坐会儿。不用嫂子，我站会儿行吗？哎呀，来，我站会儿行，没事。这么说吧，你也别为难我们，我们能做的都做了，该说的你哥都说完了，你呢就想试你就去试试，我呢能劝你的就是赶紧的放下这段感情，好好的去开始你新的生活。反正就说来说去就那些话，你自己心里面都清楚。我就是不想放弃，现在说真的哈，不放弃你也得放弃了。嫂子说实话，他放弃你了已经。嫂子说实话，我这次来我是实在是一点办法没有了。你也没有办法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呀。他都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，说明他真的就是不想再回忆过去那些事儿了。你呢也应该就是说好好生活，自己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合适的，就趁早就还是死心吧，要不然呢就是伤害更大。要不然你俩这样纠纠缠缠的下去，你也是耗着，他也是耗着，彼此你伤害我，我伤害你，伤敌一千自损八百，对吧？走吧走吧，你嫂子说这么多了，你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行、嗯、那今天谢谢你啊嫂子。那倒不用谢、你好好想想吧，反正自己考虑清楚了。嗯，好啊。嗯，拜拜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嫂子。嗯嗯，行吧。我不说了吗？来也白来，人怎么可能给你？是不是？我不就想过来试一试吗？多尴尬！现在心里面挺难受的。没事，兄弟，我陪你。嗯。